南非一位摄影导游捕捉到一只小鸟栖息在犀牛头上的画面，赶紧拍了下来。而这张温馨的照片在网上热传，给很多网友带来了欢乐。 32岁的阿里和妻子在南非开设野生动物探险导览公司。某天在带客人游览狮子出没的途中，遇到了一头落单的犀牛。正当他想介绍一些有关犀牛的资讯时，忽然注意到有一只红嘴牛椋鸟在犀牛角上磨它的喙。阿里立刻抓起相机拍下这只小鸟趴在犀牛角上休息的照片上网，还配上一段文字说：“有时你只需要一个拥抱。” 这张照片参与克鲁格杂志摄影比赛，并获得了业余照片奖和最受欢迎照片奖。原来犀牛的视力不太好，而这些鸟儿就像是它们的眼睛一样，当有敌人靠近时，它们就会发出尖锐的警告声，让犀牛提高警觉并采取防范措施。尤其在面对那些非法盗猎者时，不少犀牛因此逃过一劫。阿里说，在我们渴望人际交往和人际互动的当下， 这张照片让很多人想起了中共病毒疫情大流行之前的生活方式。